来的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们一个小时多一点。哦。现在坐港珠澳大桥来。大桥多长时间？一个半。介绍，财政司长陈茂波。谢谢。律政司长郑若华，你好，大家收怎么样？好了吗？好，好点了，感谢主席的关心，就像香港一样，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。商务局经济发展局邱腾华，保安局局长李家超，谢谢。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少石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，您见过的这个特首办主任陈国金，对对。非常感谢主席在百忙中来抽空接见我的一个。